以更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满怀信心投奔耶稣基督，向他祈祷。求主住在我们心中，激发并增强我们爱主爱人的热情。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求主助佑我们时时刻刻死于罪恶，活于基督，以彰显天主的光荣。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求主加深这位后继者的信德，喜悦地接受天主的救恩。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求主助佑这位后继者摆脱罪恶的束缚，获享天主子女的自由。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求主赐给他圣神的光照，使他在圣神引导下全力答复天主的召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求主赐他借圣喜圣事与基督结合，成为基督教会中有活力的成员。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求主恩赐后继者的亲人和朋友都能分享他在基督内所获得的希望和恩宠。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求主助佑普世人类互相信赖，有爱如手足，因为主耶稣为全人类牺牲自己，而使我们彼此和好。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主全能的天主，你派遣你的唯一圣子降世，拯救所有被罪恶奴役的人，恩赐他们成为你的子女，获享自由。我们为这位即将受洗的姐妹泽基利亚谦恭地恳求你，助佑她真心悔改，弃绝世俗的迷惑、魔鬼的引诱，求你因耶稣基督的苦难和复活，拯救他脱离黑暗的权势，并以基督的圣宠坚强他，在信仰的旅途中勇往直前。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